还是要记林志平式的守备失误。哦，在失误过后，这个球出现了安打，小黑现在上到有机会上到二垒，没错。这一颗球还是跑到比较高角度的位置哦。小黑敲出了安打，连续六场比赛击出安打。哇，那刚刚这个界外飞球林志平没有接到啊，那反而让邱志成上到了二垒哦，打出了一支二垒安打，上到二垒。陈杰宪今天第一打席由急区的滚地球遭到刺杀，过去是连续三场比赛有安打，连续十一场比赛上垒，这个球也是安打。那现在小黑绕过三垒之后要拼本垒，在这个半局同时队发挥了不错的得分效率啊，连续两次安打串联也打破了鸭蛋，